有些年轻人就觉得就是一个劲儿的拔高啊，总是这样的拔高啊。那么刚才这首歌呢，我觉得你的改动，你看一开始甚至唱出了江南小调，在庭院里闲庭信步的感觉，然后又回到藏族那种高亢嘹亮仿佛眺望雪山的东西，这里边甚至还有 rap， 但是这三者柔和的我认为非常完美。你就是在江南庭院里唱，也仿佛是在青藏高原上，只不过你没有对着雪山唱，你是对着清澈的湖水唱。但是唱着唱着，这个山味道就出来了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任何一个藏族歌手，如果心里没有遥远的令我们敬畏的雪山，他是唱不好藏族的歌曲的。所以我说你在里边这个丰富性是非常强的，而且从你这个改编声音的变化，再加上你的形象，我认为是你把这首歌曲唱出了女神的味道。哇，好高的评价啊。这种跳跃性体现在呢，就是现代人可能对现代女孩的要求，你就是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赶得动牦牛，放得了山羊，当得了庶女，斗得过流氓。我觉得改编民歌改得最好的最完美的是你这首，因为原始的民歌很短很简单，你的音乐做的呢，从原始这个慢板到快板，到中间加了 rap， 然后你又变了旋律，变成高腔的了，整个从低潮到高潮，整个的过程人家感觉到特别的舒服。我在听你唱歌的时候啊，就脑子里好多问号。我其实觉得你唱的挺好的，但是为什么你底下会跟我说这首歌你在你们家是唱的最差的呢？说他只要在家里一唱这首歌，全家人就会笑话他。其实我非常喜欢唱民歌，然后呢，我每次在家里唱民歌，然后我家里人都会笑我啊，你这什么，你嗓子太紧了，然后说我唱的不对，因为我这个本身的自己的声线是中低音，所以我唱民歌就是特别不好，因为我家里人都是我的爷爷奶奶，然后爸爸舅舅，他们都是那种民间艺人，所以他们唱的特别好，我在家里我唱的是最差的一个，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你啊。这个味儿不够足，对吧？啊，那接下来咱们这样，我们听听卓玛老师的意见哈。这个《刺里拉索》是咱们藏区非常流行的一首歌，那么这是通过电影《红河谷》而流行的。那么可惜，但是这个《刺里拉索》在电影里边不是我唱的。那么我今天听了你这种改版的，我觉得非常好。藏族歌曲不一定非是全是那种就是很亮啊、很高亢啊这种，其实藏族的音乐也是多样化的。我特别欣赏这种用心演唱的，只要用心演唱的歌曲，不管他是用什么的方法演唱的，我觉得都是特别特别的好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杨秀措演唱的这一首《刺人拉索》，是不是能够进入我们中华好民歌的金曲榜？我们来看一下现场鉴赏团的观众朋友们，请表决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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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恭喜《刺人拉索》成功进入中华好民歌金曲榜。